今天嘛，主要是来迎接一下我们的这个，骑车的这个冠军吧。跑了这个外面一年半，骑了3.5万公里，也不得了。这个我们主要是来迎接他一下。还是蛮兴奋的，认识很多朋友，交到很多朋友。有时候我就在城市里面，就在他们家里面睡两天，然后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面睡两天，再去他们家里睡两天，是这种模式。外面的风景确实非常漂亮，伊犁，还有敦煌、泸沽湖、神农架，非常漂亮。我这是第五双鞋子了，第五个自拍杆，然后打气筒也是5个了。梦想还在路上，以后就会还会走，不是这一次。我只是喜欢在路上的感觉，只是这样。看视频上澎湃。